大家好，这里是大叔说花啊，一个是又到周末了，完了马上就该五一了，咱们今天呢拆一个每周一花，然后呢接这边花哈，也祝大家这个五一节快乐啊！因为现在呢芍药开始上市了啊，所以大家呢可以开始买芍药了。大家看一下啊，这个叫沙拉啊，这个芍药的品种相对贵一些，但我们市场买了个60-70块钱一扎，完了要种生粉的稍微便宜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沙拉的呢整体呢看起来还不错。我今天就用这个沙拉这个芍药啊，再加上一点这个白色的水仙百合，咱们再用一点这个小手球，咱们给大家做一个每周一花啊。我先来插啊，插完以后呢再跟大家说。好，咱们拿这个芍药打一个整体的框架，然后呢咱们再添一点这个水仙百合，咱们用水仙百合跟那个芍药填完了，咱们再加点小手球啊。好，咱们这花呢就插完了啊。经常有朋友啊跟我说这个芍药应该怎么插啊。前两天还有一个朋友私信问我怎么插，用什么花配啊。相对来讲啊，我们认为芍药呢从色彩上来说，它是一个比如说大多数芍药吧是一种浅粉色的色彩，所以说呢我们从色彩上呢要配与它相近的，比如说白色的什么浅紫色的，就是颜色浅浅的这种感觉，从色彩上来说应该是一个高调的浅色的色彩。第二个呢，这个芍药呢是一个块状的花材，它的花呢朵比较大，花朵比较大，那如果我们再用块状的花配呢，相对来讲啊它呢就会感觉比较单调比较死板。所以说这种块状的花呢我们可以用散花状的花，你比如说啊这个水仙百合呀，还有多头的玫瑰啊，多头的康乃馨呀，就是这一类啊，洋桔梗啊，就是说一枝多头的这种，我们一般叫散花，用散花状的花去配，去填它的空隙，可能整体的感觉好一些。这样的话，主题就会比较明确啊，大朵的花比较醒目，再加上一些配花呢，会很好的衬托这个主花。另外一个呢，因为块状花呢相对来讲比较死板，所以我们可以再加一些线条类的花啊。我这里加的是小手球，大家可以加一些别的东西啊，比如说翠珠啊，或者是其他的花，比如说啊这种虞美人，大家看一下啊。就是加一些虞美人的感觉也不会太差，但是我为什么没有虞美人呢？因为虞美人的感觉呢它是一种野花，比较那种野生的那种感觉，比较自然，但是呢这个芍药呢它感觉会比较富贵，所以说我觉得这两个总的来讲啊，从格调上来讲，从调子上来讲不是特别搭，所以呢我用了这个小手球。好，
我就简单跟大家说这些啊，就是说朋友经常会问的，就是这个咱们芍药正当季的时候用什么花比较配，这是我个人的想法，但是可能不一定对啊，大家分析着听吧啊。好，那这周每周一花呢，我就做这么多啊。另外呢，马上就五一了啊，今天呢，我用这盆花啊，祝大家五一节快乐，吃好喝好玩好，休息好啊。好，那祝大家五一节快乐，谢谢大家。